不去，行得不来，董洁依旧相信爱情。同样是结束了一段恋情，董洁在隐匿了一段时间后，渐渐又出现在大家面前。昨天董洁一身白色小礼服，短发亮相上海，相比前段时间的憔悴与消瘦，当天董洁看上去似乎已经走出了失婚阴影。她说这和参与陈坤的西藏行走的力量有很大关系，尽管中途因膝盖有伤退了下来，但董洁觉得这样一场活动中自己还是很有收获的。我一直其实想要我去找到相信的力量，我觉得在这个途中我努力去相信，相信自己，相信一切。那相信爱情吗？爱是一定有的，所有人都有。小编点评，希望大家的新爱情都早早来临。乐翻天综合报道。